来哥，我看看，看看，行，挺精神，精神啥呀？一笑满脸褶子，你看，你不笑也满脸褶子，怎么说话呢？哎，臭小子，哥，今天这个事儿啊，你可得上点心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你今天跟我说这个事儿，我一点都不着急。你不着急，我着急呀！啊，爸妈走得早，你从小把我带大，你都40多了也没给我找个嫂子。今天呢，可是我从众多的候选人当中给你精挑细选的。众多是多少人呢？俩。俩叫众多吗？啊，那不就二选一吗？那怎么能是二选一呢？俩都选上了。不不不，有一个没看上你。一会儿就来咱家跟你见面，好好表现啊。行，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了哥，我上次跟你说给你买份保险那个事儿。哎呀，你哥还年轻，这身子骨还硬实呢，花那钱干啥呀？哎，不是，人家都跟我说了好几回了，别犟了，同意了行吗？行了，你先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啊，这个事儿我再考虑考虑。那什么，今天最主要的是相亲。对，好好表现，我等你好消息啊。去吧去吧，我走了。哎呀，整的还挺紧张啊。喂，经理，我已经到高先生家楼下了。保险这个事儿我之前已经跟他弟弟聊得非常好了，就是高先生他自己不太同意，我一会儿好好跟他聊一聊，我指定不能让这单业务跑了。好，你好啊，您是高哥吧？对，我叫佳佳，来的有点冒昧了。哎呀，佳佳你好，哎，来就来吧，还拿东西，带箱加多宝，认认门儿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我弟弟这眼光够用的。高哥，我之前跟您弟弟联系过了，他说这个事儿还是得征求您的意见。这不嘛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当面跟您好好谈一下。谈谈，敞开谈，人与人之间呢最重要的就是面对面的沟通。您这么一说我还挺意外，我还以为您不想谈呢。怎么不想谈呢？当着弟弟的面不好意思。这个事儿啊得抓紧呢，岁数越大越不好办。大妹子，看你这么年轻，你多大了？我今年33了。哎呀，整整比你大一轮呢。那什么，在你那儿我这个年纪是不是有点老啊？老啥呀，一点也不老。哥，你这岁数正好，我要找的正好就是你这岁数的男。有时候缘分这个东西挺奇妙的，之前好些人给我介绍我都没去啊，看来就是在这儿等你呢。这个事儿你要是同意了哈，以后你甭管大病小病，你养老，你后半辈子我都包了。大妹子，说实话，哥这心里头啊，这么多年就没这么暖和过。大妹子，不想了不想了，那应该的。哥，咱们这事儿就算成了。成了，但是我也没合计，大哥你看你能答应这么痛快，我这上来的时候啥也没带。哎，要不然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下楼上车里取个东西，完了一会儿等我上来咱们就把手续给办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办手续啊？是不是有点着急了？这有啥着急的呀，这玩意儿你早办早踏实嘛。对对，以免夜长梦多，谁再说点闲话啥的啊。那行，你取去吧。哎，好嘞哥，那您稍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等你多长时间都等你。我都等40多年了。喂喂啊，保险的事你哥同意了？什么？我哥同意了？对呀，我现在呢下楼去取合同，完了咱们一会儿就在你哥家签了啊。啊，那行吧，你等我给我哥打个电话。哎，好嘞。